向你如来提起，台北市高温35度以上。啊，今仔日公投入台湾联盟，啊，甲台湾国办公室，特别来遮依山饭店头前来，啊，要赠送吼、哦、中国 Z 卡的特使，恭喜国台办的副主任叫郑立忠吼、哦。啊，知影讲，伊两点甲咱来这里开会啊。啊，我们特别选在这个时候，因为让媒体才有时间出来开。我们今天特别准备哈、哦，蔡教授手上的茉莉花，为什么拿干燥的呢？这是有缘故的哈、哦，因为中国枯萎人权，我们就拿干燥的茉莉花。他们把人权放在脚底下踩，我们就拿干燥的茉莉花让它当茶泡。所以今天啊。让出的家族的民众，因为来得太突然，我们今天召集了这些民众，要顺便来送这个塑化、塑含塑化剂的食品哦，内底有面包，内底有饮料，想要要送这项，这种统一集团的商品，因为统一集团在中国的食品哦，拢是无含塑化剂的，但是你台湾生产的。均产均有塑化剂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送含塑化剂的食品和、中国来Z卡特使。为什么？因为血浓于水嘛，哈、哦。阮食啥，你就对阮食啥。啊，伊即届讲到这个陆客自由行，阮再需要回去加回，实在是。马英九在卖台湾，你们享受到了什么？尤其咱现场的记者朋友。你有较好听无？赶快咧扛着摄影机，拿着麦克风在跑，你有比较好过吗？所以，咱今仔日来到宜山饭店遮，要来向中国来Z卡的代表，要来表示咱台湾人的立场。台湾甲中国一边一国，对不对？所以。这个依卡一直来，咱台湾人民若拢点点无出声，会予国际社会误会。台湾人已经要接受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咱台湾甲中国一边一国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来继续坚持，不论日头偌大，风偌大，雨偌大，咱拢爱伫适当的时间。出来代替所有的台湾同胞，站出来主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！对哦。所以，咱今仔伫遮买上伊枯萎的茉莉花，这是代表中国人权的没落，阿嘛代表咱反对中国对台湾霸凌，中国用2000多粒的飞弹。对准咱台湾，我是唔知影大家要困以前，敢会拢会想起有2000多粒，伫咱在困的时阵，对伫咱的台湾这个报道，这种的国家，咱无需要欢迎伊的代表来台湾，伊的人民要来台湾露营，咱欢迎，但是代表袂使来。因为代表是官方的代表，所以咱伫遮爱主张台湾甲中国是两个国家，对无？对。咱来继续打拼，伫明年大选，先甲流氓政府马英九甲推翻啦，对无？对。因为所有的一切，拢是因为马英九执政来造成的，所以今仔伊伫遮。代替所有姐姐，咱主张台湾一边一国的同胞，因在上班的工作，袂当来参加这个抗议。咱特别伫遮来向中国的代表，甲因有可能来的人员来表示，咱要来送伊这个旧的茉莉花，嘛要用统一做的。这个毒饮料，我认为统一是毒化台湾，
所以咱来反对台湾和中国来并吞，所以大家爱坚持爱打拼，为咱台湾这个土地，为咱台湾未来的子孙继续奋斗，感谢大家。我在这要来正壮正壮了哈，敬重了哈，来敬过邓丽君，爱修心，邓丽君爱修心，我吃到马英九党的塑化毒，你今仔伫对面，伫对伊所饭店所吃的所啉的所困的酒店，拢有塑化毒，拢马英九的塑化毒加危险。你若不小心，你吃到塑化毒，你的酒酒会变色去，你的淡淡的酒去。你等下你就袂生根啊！你要较小心，温和好意。另外，我用最不但吃的、啉的，拢有塑化剂。这几年来，三年来，伊一直把台湾做成病毒，是塑化剂。伊在中国。一中共识，九二共识，就是一个中国。这三年来，伊甲塑化剂拢南地台湾主管，伊甲中国签 F 化，嘛是参着主管的塑化剂。所以，卖去摸心。拢是塑化剂的毒，不但阮台湾人有哪话，咱嘛伫遮劝告，劝你将赶紧转，无你会死在遮，死到真歹看，酒酒会无去，淡淡会无去。今仔日台湾甲中国是一边一国，台湾主权上。全体台湾主人所有，甲中国人无关系。中国主权属于中国人，嘛甲台湾无关系。所以，我期待，或者，嘛请，今日做爱民调，爱知影，我台湾主权，爱请你甲尊重，莫甲马英九。同款，拢食毒，拢食塑化剂，所以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国赞，我来我靠，我台湾国，咱大家来我赞，安尼好不？台湾国赞，台湾国赞，台湾国赞，台湾国台湾国台湾国赞赞赞。等你从回去，我是爱赞。等你讲，等你从回去，赞。等你从回去，赞。等你从回去，赞。有媒体问我讲哦，想到恁这届阵仗无遐大吼，因为阮讲这是 Z 卡，啊陈云林是 C 卡，啊看两天哦，将这个中国的政协主席会来，阮会甲当 A 卡，吼啊所以。郑立忠小立卡马的当 A 卡吼、哦，啊，今仔就阮来活动，主要的诉求除了抗议统一集团，伊卖的商品含塑化剂，啊，销去中国的不含塑化剂。另外，阮嘛是要替海外中国人发声，啥物？因为中国人无人权，所以阮要送伊干燥的茉莉花。啊，因为你看到咱个台湾的茉莉花。啊，阮家辛苦吼、哦，用台湾的茉莉花去烘焙，啊，所以特别要送我郑立忠，可以尝尝民主与自由，台湾要独立的滋味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来把这个物件吼，啊，搁有咱红运的神仙反对 A 克法，即卖效应慢慢出来。啊，阮要拜托吼、哦，用拜托的方式甲恁讲，阮要甲送入去吼，阮、哦、要甲送入去。啊，希望因内底官员吼。爱帮阮转达哦，郑立忠啦，吼、哦，
啊，因为这小小利口，你嘛无要甲伊发生什么大冲突，啊，但是生意爱做有够啦，对吧？对。那么捍卫台湾的主权，对吧？对。话，要送干燥茉莉花，要送毒饮料哈，啊，我希望你会使吃，我要送面包哈，我给人最大。来，咱看最后。好了，不然你讲名字。蔡英文一直骗我。我是我姓田，大哥，我姓田。有机会来。那你的名字啊？哪一个单位？还机会了，还机会了。田什么？张勇，忠孝仁爱的忠，勇敢的勇。啊，你单位呢？海基会的旅行服务处。旅行服务处。旅行服务处。处职务呢？职务是资深高专。旅行服务处，中国人来一个人3500，就是你讲的哦。好嘞，好。因为这卖哈，桃园甲这个苗栗拢有补助哈，中国来自由行啦哈，啊我希望咱赚会到啦，啊中国人来我是惊食着塑化剂哈，所以我特别甲统一集团呢送我先食看卖，啊郑立忠若是要代表中国人民，我就送你食看卖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公教授哈，教授这个干燥的人权。人权茉莉花哈，就是要让伊品尝一下台湾民主自由的滋味啦，对吧？好。阿哥，王献吉先生，台湾人太客气。王献吉先生哦，反对爱国法，是，希望马政府要注重。有来。新教对台湾。有，要表达我们反对爱国法。那个田代表拍一个国外交拥旗哦。谢谢。各位，咱今仔。认同台湾，要来我靠我吼！台湾中国，台湾中国，坚强起来！台湾中国，坚强起来！台湾中国，坚强起来！我们现在反对独统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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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对独统一。反对独统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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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即马甲这，即马中国国民党甲因家己的流氓国旗，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甲做伙啊！伊甲统一集团同款，拢是有党的对无？有！阮反对独统一对无？我们反对独统一，我们要捍卫台湾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所以我们要立场，我们反对这种独统一，我们捍卫台湾的主权。林刚，林刚哦，中国佬 A 卡的国家政协主席来。歹势，阮会动员较侪人诶，因为伊所要甲包起来吼。好，多谢各位今仔日每只朋友在问题吼。警察朋友吼，兄弟姐妹，大家振作出来维持秩序啦吼，感谢大家。阮知影恁是支持台湾诶，恁是反对中国诶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伫遮甲恁表示感谢吼，啊，大家继续拍拼，啊，林刚吼。我喇叭向右转的时候，就是要去灭掉人的时阵啦吼，啊，就爱听我的指挥哦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多谢吼，因为我无想要你这个小字卡浪费太多时间，我的时间我来吃火锅，我自己出声，跟你讲，马英九你在做啥，我拢看会到啦，对吧？我们捍卫台湾的主权，所以咱要想要的话，台湾独立建国万岁，好不好？台湾独立建国万岁！台湾独立建国万岁！台湾独立建国万岁！马英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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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郑立忠！郑立忠！辛苦啊！阮会甲这哦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旗啊吼，甲这个
五星级跟座位立立掉了啊，我们不会丢在地上，因为土地是我们的。我来个单机的垃圾桶分化掉。好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感谢各位记者朋友，谢谢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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